发声练习。哦升级带动发声练习，组成 Anko 台语歌。你说你说大智慧家祭摇滚之神伍佰暌违九年展开北美巡演，27号来到赌城，指挥技巧升级喽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就想到一个中文很奥妙的事情，比如说北京的冬天很冷很冷，台北的夏天很湿热很湿很热，雪梨 的雨天很稀有，拉斯维加斯的筹码就觉得很那个哈，就很奥妙的中文，就是一个城市加一个名字就会那个。挪威的森林，还贴心带领台上，让粉丝们可以好好唱真唱。发声练习，哦。